从第一个。哇喽！好晕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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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一进去直接烧死。我们在这种地方啊！快挖死！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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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了，没事。我看到石英了，我看到石英了。石英可以用木镐挖吗？可以用石镐。石英可以用石镐。可以用石镐。我有石镐。我钻镐。我可以去打那只猪人。不行，不要。那我去找炼岩城。我挖到石头吗？啊，石头要烧过，那我先回去烧。好哦，你有卵石哦？没有，可是我可以挖。你们是要找什么烈焰神啊？啊，我没有卵石。可是我们这附近好像、没有红石，有人有红石吗？没有，需要食物。红石刚刚那个地道下面。红石我有九颗。地牢下面。给我！你在哪里？我在门口。再拉一个 carry 啊！超级专业。不是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你们不用走，不用走，回来，对面那边有个烈焰神生怪砖。哪里？我看到了、这么巧。直接去那边打就好了。交给我，这边都交给你了，我先回去。先给我，啊、怎麼给我三个鹅卵石，然后其他红石都给我。我等一下回来验收你们的成果，加油！炼人神不好打哦。与火共舞会有这个成就，这是在哪里？测试友情的对面啊。巧克力，我们要换题目。我在帮忙盖，你们别闹啊。巧克力。我会 QQ 哦，真的是测试友情。我会 OU 哦，三个。怎么盖那么慢啊？我帮你啊。我觉得有点难盖。听到你用一个声音。完了！有人下去了，有人下去了。没有人打你耶、身上有什么东西？没有，都垃圾，都垃圾，都垃圾，垃圾就好。手滑了。没有。所以是巧克力。我听到啪一声，我就下去了。所以是巧克力，巧克力太雷了吧？所以是巧克力，巧克力太雷了吧？可是繁星，你刚是盖到两个哎，为什么？巧克力太雷了。知道繁星，你刚死前是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你快盖啊！我身上什么都没有了。真的不是我开的，巧克力太雷了吧？来我台客呢，来不及了啦。好，等你为了我的精华，巧克力太雷了。哎，错了，嘴而已，错了，巧克力。巧克力班，他怎么攻击？他怎么攻击？加油！我、用喷的、可以挡，可以挡。为什么打我？白痴哦、我还没做就来了。有有，我让他盯上我，你们赶快去偷打。不行，他只会上下动啊，他只会上下动啊。他追人的那个范围很小哦。你知道我们他几乎只会上下动。我没有东西那个了。来喽！我没有东西铺了。躲。你看，可不可以在他脚下铺一个， yes, 不然他不会上下动。Yes, yes, yes. 来哦，我来帮你们了。两只，三只，小心！哦，然后奶绿，我也都没有，怎么办？没事，爸吃啊。你在叫什么？我掉下去，我被怪物射到掉下去。小蜘蛛，没关系，小僵尸，哇，被喷了！啊，我们没武器啦！我有武器，可是我把他打回现世。我需要食物。可是你有食物吗？没有，我帮你。白痴哦！白打了他，他也会掉下去。加油！我们就剩那个东西了，大家加油！大家加油！不是的，他很奇怪。天哪，这里怪物也太多了吧！打他会跑走哎。对啊，他会跑走啊。对啊，而且我没有食物了，怎么办？我帮你。那你要回来地狱门这里。我奶绿他下去。死了。哇，死掉了。损失超大的哎。对啊。幸运。我喷了一堆东西。先做武器啦，不然建议我们把东西先放。谢谢 like 5254586谢谢订阅四个月。我全部捡回来了，还好我站的地方很好。有。耶、yeah, ！快跑！没剑死哦，没有啊。慢了，我铁剑还在，可是钻石剑没了。我打到一根了。好，没了，可以了， yeah, 一根就可以了。一根就可以了吗？可以我找到我的弓，我有四。看一下啊。把他们诱引到地上，把他们诱引到地上。需要。要。你看一根就可以吗？要几根？对，一根就好。那我们就可以回去了。一根分解成一个火焰。火药。然后还要一个火药跟一个碳。
打苦力怕喽！这个牌，我身上有，可是我站不。放箱子里了。那我就回去了。没有，再讲一次什么？找到我可以做的事情。先分解，然后嘞？分解，然后有碳跟火药。直直牌、自焚、碳、火药。我刚好有火药。 nice，再需要碳，有了火焰弹三个，然后嘞，快去丢，可以先丢一个给巧克力，对不对？不能丢了，可恶！发射器气死，气死我！谢谢拯救，谢谢拯救，没有，我一直被困在这中，真的给我把蛋害的。看你去放，下面火把，厉害厉害，这是我们共同的成就。 力气，力气，力气！那做的好，做好了吗？还没打死他。哎，他不要。靠，你们这边有食物哦。对啊，你现在才。我刚刚在外面种一堆。结束了吗？做好了吗？结束了吗？丢了吗？应该结束了吧？我们还缺什么？缺什么？我们都做啊。还有缺。我看一下哦。铁定做了，做了。哎，有了，被传走了。有了，棕色羊毛，I get it。不，我的光，我的光，我的。你按的是什么？没有按啊，自动被传走了。不是，你按的是什么？谁按的？你按的是什么？你按的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你老实说，你按的是什么？他按一个按钮啊。什么按钮？上面写什么？豆豆上面的按钮。豆豆。 你知道有按钮上面那些回到大厅，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个羊毛？应该不是吧，在漏斗上面的，而且我拿到棕色羊毛了，你看我，你冷静，那你把那个放进去，赶快放进去，我要证实我是 Harry， 大变色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发现我们是全部重来，<笑>你看看要来了，喂，哎、欸，站到上面了，哎、欸，救下来，哎、欸，我在想一件事、欸，哎、欸，啊。 就是，如果啊，假设啊，比如说我们下次要玩什么，你们先选。我想玩跑酷。跑酷，轻松一点的，刚刚那个太烧脑了。跑酷啊，然后等等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粉红色的羊毛打得掉吗？掉了，他就知道有你这种人。妈的，就是、欸、你这种。那里面有羊毛，我们用染色剂就好了啊。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们没有染色剂啊，我们拿不到。哦。 哎，是这个吗？你回大厅之后就会。这哪是轻松的？他说跑酷哎。对啊，按哪是轻松的？我不知道，我没玩过。一开始这里是训练关卡。这里是。training。哦。不简单。是什么？哦。被喷气，我也要往前跳。你还有我丢了一下。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是阿玛的。哦，那个是那个就是。 把关卡修复而已，哇，这么简单，你这跟昨天一样啊，啊，轻轻松松，赛格该不会？哎，你们怎么都不拉杆啊？赛格是四格吗？真的哎，右边的拉杆可以拉，我按了啊，哦是右边，拉杆就不用重跳，对啊，不，为什么我要 carry 你们？我记得好像不是一个人过关就好了吧？ 这好难哦！哎呦呦呦！哎，轻松。那怎么过啊？这样子啊。然后嘞？对啊。哦，直接从旁边直接从旁边走过去啊！你们没玩过吗？对。这怎么过？好，直接从旁边走过去。啊？啊？上面那不用开吧？这边不是有说明？上面那不用开吧？啊，是那个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巧克力这样。 什么意思？就是可以用那个。开开开！哦，你把门的bug。哦，那个奶力，我觉得你有一点在偷懒。我哪有偷懒哦？哎，前面都还是有跳的。耶！其实就从旁边过去就好啦，你们都没发现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就是没有过你们的按钮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从旁边过去啊。哎呦，好挤哦，我也看不到。 哎呦！哎，放！我来！耶！跳过去按！哦，爽！按到了！按到了！然后嘞？嗯，他说低等级的跑酷，再走回去。他刚完成了，是练习而已。对。
可以，从这边跳出去吧。刚回去快多了，就一直往下跳就好了。没有，我刚按到那个按钮，然后他说完成就要走回去哦。往下跳就好了。为什么不 TP？ 太累了吧？请求 TP。 不知道为什么要走回去。啊，因为你不是说就低等级的跑酷，那应该有别的啊。他说低等级的。哦，有有有其他人们开了。低等级的开启。其他的那个。让我们感觉像是一个跑酷教学啊。可以通行了。告诉你大概要怎么跑。那能不能分开跑啊？分开跑，不然像那样很挤。哇，这个。奶绿，奶绿，我跟你。啊，到这里。Go。这是什么？希望我的是最简单的。Intermediate。先过了就可以笑你们了。 奶绿，你行吗？我快追到你了，奶绿。啊，shit！整个重跑，哇塞！哎，是整个重跑。啊！奶绿，你的实力现在才发威啊！奶绿跑过。啊！差不多。他啊了。哎哎，一个不小心退后。可以啊，可以直接从那边偷来。你们知道？我最后了哎！你们知道按着Ctrl可以跑步吗？啊！ 为什么按着Ctrl可以跑步？他骗你的。因为他设定快捷啊。真的？没有啊，原本就是这样啊。哦，原本的啦，对不起。真的啊，真的啊。哦哦哦，好烦啊。真的是这样哎，可是我按着Ctrl会切换那个，我没办法跳起来。对，会切换全形。切换全形，你们按 Alt 加 Shift 就可以切成全那个全英文了。会。哦。然后要切回。我们可不可以记录点啊？没办法。 还是会，耶，到了，开心。你还真打，你给我打不用力，哎，过了。还行，我跟你讲，这关节从旁边走过去就好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现在才看到。<笑>那你刚刚怎么跳那么辛苦啊？我不知道，莫名其妙就跑没有，可是菜渣过了吧？啊！哇，这个很太难了吧？ 啊！好，过了。虽然他一直是在重复的东西啦。突然出现，我们一左一右，左右。我在流手汗呢。他们要见面会。我也在流手汗。耶，我过了。假的。这关太简单了吧？天啊，这超远的。为什么现在按钮都会爆掉啊？故意的。休息一下。 啊！又是这个，我过完了。哇！结束了，我们这关结束了。我们这关也结束了。这关超难。哦，你们那关最简单的。我要耻笑你们。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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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。哎，你有喝那个？呵呵呵呵呵呵呵。哦不，我要掉回来了。这边吗？还敢说这个？哎哎哎哎哎哎哎！你按钮了？你按那个是回来啊？谁啊？ 白痴哦！没有按的，白痴哦！我们还在跑哎，谁啦？神啦！哎呦，还好还好还好，刚刚跑的都还有，还好刚刚跑的还在，黄色的不对，哎呦，是，我都快要到了，是谁把灰尘放在那里踩到了？你踩就是你，不是，你的声音怪怪的，你们踩到，你们现在到哪里啊？奶绿。 嗯，过了吗？我想要红色，我红色，哎，我灰色的过了，你们其他颜色过了吗？绿色的过了，绿色过了，橘色嘞？剩橘色，剩橘色，不是那个橘色，剩黄色啦，黄色。那橘色也过了吗？橘色过了，我看到了。这就是我们新手的那个。好像没有这关，好像没想象中难。奶绿先。呜呼！我追到你。呜呼！你不用追到我，我会下去。哎呦！ 哎，对，这个有点难。我刚刚已经到最后的时候，我到平台那里，刚刚到平台那里。平台感觉有汗。哦，你先。啊！啊！你刚刚死在同一个点，而且为什么要跳过去那边？明明可以偷吃。你是说直接跳那四格吗？ 对啊，直接跳这个。每次失败就对阿爸动手动脚。哎哎哎哎哎！为什么？哎，这次不是我。好啦，这次不是我，哪个废物自己整的？我在鱼竿后面哦。我怎么都没有踩。巧克力。这边这边。勒勒巧克力。一秒这边怪谁？当真的不是我，好不好？奶绿都不讲话。
我很认真在跳啊！这奶绿就要开这关了，这关超难。哦，你先。啊！我刚刚一进就我跟奶绿可以。啊！啊！咦！咦！ 哎，那个点是不能踩啊。那个点，这个点是不可以踩的意思吗？哪一个点？可以，我刚踏过去过了。对啊，每次都是这个。哦，谢。我想看着他们跑就好了。蓝俊，你觉得呢？哎。 那觉得失败的人要为自己负起责任，那你们两个竟然选了这一关，你们两个就要把它完成。有，干嘛？不要吓我！哎，后面都是四格哎。真假的？哦，听起来怎么是舒服的感觉？哦，又到这了。加油，剩两格。 加油，交给你了。 No，没事。你不要吓人。我把我的力量全部。请踩吧。No。成功了。成功了。哎，其实这关从旁边走过去就好了。巧克力。太美丽。这前面不是有个按钮吗？你没有按吗？按了。为什么还没结束？成功了。放心，我们过关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还没结束？不是，巧克力。 这一关只要从那边走过去就好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还没结束？不是，巧克力，这一关只要从那边走过去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先吗？啊，为什么还没结束？两毛，对啊，为什么？哎，奶绿最快啊！为什么？巧克力掉下去了。有人拿到羊毛吗？有羊毛吗？哎，上面还有，对面还有。哦，还有别的关啊！冲啊！哇塞！二三四，还有四个。 还有四个关，哦，真的是小事身手。你以为啊？要哪一个？我分数77耶。我要对面那个。那我要粉红色的。然后紫色。红色上面写 time 的，我有点紧张。 speed 的。有麻烦，我们一起。No，这是有时间限制的。哎，what the fuck？ 到了。啊，走 speed。 我们都简单了。然后嘞，踩这个。 吗？不是，不是，那个是回到上面。What the fuck？ 那哪里？我要哪边 ？You have 15秒。15秒是那个吧？那什么 ？Fuck！ 天啊！你这个太难了。所以，我们这里的那个变得跳得很高。没有，那个是蓝武砖。为什么？我想去里面看。为什么？我明明就很快了。哪一个？你这怎么玩？ 按了跳过去，我会，他自己不见哦。天哪！哦，啊，我后面有按到那个按钮。哦，跳，跳，哦，我这边跳完了。哦，为什么？我帮你按，你跑。好，还有哎，繁星，三，来，我好像差不多时间。那你喊我按。哦，繁星，你喊，三个，一二三。 哦，不会吧？这怎么玩啊？哎，我看到一个跟像素果实的树一样的东西的那个地板门呢。等我。哎，怎么？输了。繁星，你不来玩这边的？我觉得这边的也很好玩啊。好，我回去。可是玩完了。啊？怎么玩？那个是什么玩？就跳很高。嗯，史莱姆砖啊。啊，要到上面去啊。 对啊，哦，然后你没有，你过了一关之后，他就没有跳跃提升，你要跳到最下面去踩，然后他就会给你跳跃提升。哦，我现在已经到了第三关了，没关系，那我去搬鱼竿。鱼竿哭的，这是超难的，白痴哦。哎，鱼竿我被挡在外面了啦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来玩 speed？ 这真有点难啊！我等一下去玩。那紫色的有没有人来玩啊？我去玩。我就玩紫色的。荒谬！
我这个好烦啊！哎哎哦，不是吧？就快到了哎、欸！要要要！哎，过了过了！哇塞哇塞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这是第四关好难哦！啊、怎么又重来了？要要！不行，我这里也好像也有点难的。跳跳跳！右边，这是谁？